Hello， 我是 Lucky Lucky， 今次讲一讲游戏王合作的详情公开啊。咁琴晚公布新角色，今日系全部公开晒啊！冇忘今次时间同埋合作方法系点啦。首先时间方面是下星期一星期一的9点，到翻小三号啊，为期两星期嘅。角色方面，新角色参战嘅系一二三位新角色之后咧，进化系1、2、3位。3位新角色，4位、5位、6位新进化嘅，而下面连埋游戏王 GS 嘅角色系4位新角色啊！我哋先望一望 skin pack 方面先，新 pack 系有2位嘅。首先第一只系新角色嘅呢个混沌魔法师嘅 pack 啦，1800 yen 嘅 skin pack 啊，系咁样嘅，都几 Q 啊，啲猪都几盏鬼啦。然后 BGM pad 应该都有嘅，系啦。BGM pad 系有成十代呢一个啊 ，BGM pad 嚟嘅。OK， 咁嘅话，仲有新星号游戏嘅挑战都几正啦，连埋下面似乎冇啦。我哋先望翻全新角色先。进化情报呢一度新角色，琴日讲咗呢一位啦。武装方面的混沌魔法师是转恶魔术并且伤七师的暗强化一粒咁啦，然后下面的 L 佢剑士是5星金弹重啊，5星30师，30师6SB， OK， 角色几靓啦，4CD 技精剑斩，系咪精字啊？定我睇错啊？冇啊，系真系精字啊，精剑斩啊！4CD 贯通技，兼且系生成木直牌嘅，都系短 CD 贯通技啦。4CD 啊，然后队长技唔使望噶啦，5星队长技都唔算好期待啦，有轻减兼6%轻减。武装方面攻击追加，双防风技耐性10字，武装反而唔错嘅啊。最下面时之魔法师都系5星重嚟嘅。呢一位系 L 字向啊，7粒 L 字顶多8粒 L 字，咁就惨啦。7CD 嘅5弯之间嘅转转生成，2倍手指兼加速，哇！呢招技好似又唔错喎。有加速嘅话，变相系 7CD system 嘅技能之一。咁呢一招嘅个人都几睇好嘅。队长嘅轻减7%，100万追啊，5面长嘅。都算是易用的 leader 啦。武装方面是不是都是全 game 使用的4粒手指延长啊？变上4秒延长都挺正的。好，最下面是暗游戏的新进化。咁讲咗噶啦，有翻个4贯通兼浮游啦。个醒唔系新武装方面啊，系2粒加血兼贯通嘅，呢把都几黐线啊！毕竟技能方面呢。是18CD 8C 加算兼3回合的加速，咁呢一把武装个人认为几癫啊！再嚟城之内啦，咁城之内系双进化嘅，首先真红眼嘅黑龙咧系1、2、3、4、5、7CL 字兼浮游嘅，有浮游就啱打重力关啦。5CD 技系有3倍加工，同埋系解熟级兼点灯嘅。队长嘅靓作大版面呢下唔错啊！变身之后讲咗啦，个人认为都唔错嘅，系无双盾嚟嘅。武装方面双 L 字就还好啦，呢一啲双 L 字武装都唔算少嘅。再下面新嘅进化呢个孔雀武咧都几正啊，升7重，双10师，腰字都有嘅，有浮游嘅 ，OK， 双十师兼浮游。技能方面5CD 嘅破伤级，哇，咁呢下靓啦！5CD 破伤级解落火木邪魔生成嘅，成招嘅类似翻我英嘅死木病咁啦，定系死病木啊？总之差唔多啦。队长嘅系火木相识嘅配置嚟嘅，喺腰折之下，似乎同翻11周年应该系感谢制限定嘅双虎屎搭啦。武装系冇嘅，再嚟。咦，呢个有新进化喎，正喎，贝卡斯有喎。贝卡斯新进化，睇睇先。都系7师嘅，4、7师有浮游兼贯通 ，OK， 有浮游都唔错啊。
9CD 技威吓技兼两弯击减 ，OK 呢招技系偏高难度向嘅。9CD 两弯威吓技兼击减盾啦，变相前后层都啱用，个人认为呢一招技唔错。队长嘅五粒暗半减两倍血，恶魔系防绑追加固定追打冇加算嘅。武装方面系暗追加上耐性啊，云剑毒耐性，咁技能跟翻本体。呢把个人认为相耐性都 OK， 但本体唔错啊。再嚟就系呢个新进化嘅女王啊 ，Inquisitor 女王。咁呢一只话有八个 SB 喎，都几正喎。八 SB 双十 C 有翻个双环牌同埋贯通或者七 C 嘅。5CD 技两弯嘅贯通无效啊，但系毒掉落系争少少。两弯连续贯通系非常之靓嘅，木点灯添。队长技有追打 ，OK。版本二系救极完全态，咁呢一位系57C 双环牌有浮游嘅，都唔错啊，浮空嘅。6CD 技系连续两弯嘅双色阵啦，唔系三色阵啦，木暗心嘅。队长嘅横排击减两次加算兼追打飞变身灵都唔错啦。武装方面两 SB 兼转木属，反而武装都几癫啊！啲通胀都几快手喎、由 SB 变翻双 SB， 再变翻双 SB 兼呢个转属性兼横排。OK， 咁啊龙骑咧呢一位两头嘅 Lex 睇下点啦，双耐性咪双色嘅火木双色。双十 C 腰字浮游都有嘅，靓啊，浮力够高。4CD 技都系贯通技，点灯技喺腰字编成嚟讲都系实用性非常之高角色啦。队长技追打双色向嘅，好，下面系琴日讲咗嘅柔性十代。咁武装方面系三个血强化兼专光属兼 L 字啊。8CD 技解全解，并且系五倍加工全员嘅。觉醒唔错啦，毕竟三个加血兼 L 字兼转光属，入翻光队系好靓嘅，但系技能就差少少。OK， 新角色就到呢一度先。我哋接下嚟讲埋咩啦？强化方面系点先？毕竟第三次合作啊，今次系咁第一次合作嗰时游戏系长期霸占呢个最强队长技啦，而第二次合作虽然就差少少。但是贝卡斯和当时的召唤神呢都是长期占据这个最强武装兼成员兼队员的。所以今次望一望点不翻啦。但通常呢觉得他这样完之后呢大机会都是三本式不法。好，先望下这一度先。城之内啊，望一望点不翻先。技能有返 8CD 技变返 4CD 技双下双环牌火兼暗的还好啦。周围用嘅队长嘅激减，但系五粒 L 至少固定啊，所以呢一度唔算特别易玩。拜拜。武装方面系多翻个两粒眼镜。拜拜。够进之后觉醒冇 buff 到 4CD 技两弯嘅破吸收啊，破伤吸收，个人认为招技唔错、啊。4CD 两弯破吸收，并且消唔到暗珠，当系解消珠啦。队长嘅就还好噶啦。但觉醒加翻浮游，咁系几靓嘅。毕竟本身觉醒都唔错啦，有耐性，有 L 字防，加翻 SB， 有 L 字，有火力喺浮游之下，咁技能都靓。呢一位城之内个人认为今次系唔错嘅。武装二方面加翻个回复同埋耐呢个邪魔耐性，咁就完噶啦。下面嘅龙骑 Lex 系觉醒加翻三个腰字匹屎兼只防风条。今日技能浮游十一 CD 技三回合威吓技系就唔错嘅，毕竟队长技有大把面，但个人认为新旧进靓好多啦。武装加翻粒回复强化，还有冇电添？好，下面嘅翼龙方面曾经最强嘅队员啦，当时嘅游戏兼歌魔女队啦，依家都几怀念啊，毕竟成两三年前噶啦。咁 even 依家不翻都好难啦，不翻队长技呢啲唔使望噶啦。好，然后武装方面加翻手指两飞，变相加翻两秒，系咁啦。再嚟系水属方面，我谂都唔多嘅。首先海马，哇，海马嚟啦！觉醒加翻浮游，减翻个木
水王牌。超觉醒系跟翻原本嘅，都系贯通用啦。四 C D 技八变四啊，有加工兼生成四 C D 技。O K， 队长技常住半减兼轻减30%，都系咁啦。够进之后浮游系冇嘅，但 S B 多翻个 S B 啊。变相八 S B 最大，13 C D 技由翻14变13，咁变相效果唔大啦。队长技靓就系有个大版面，喺高 S B 大版面嘅配置之下咧，八 S B 兼七六版面啦，个人认为都有啲用都唔顶嘅。武装方面重点啦，毕竟呢一把巨神兵嘅武装都系几泛用嘅，今次强化系多翻个手指而已，哇，咁 buff 好细喎。你见到三本咧，即系劲嗰啲系唔 buff， 咁叫一啲人点抽啊嘛？13 CD 技系啦，多翻减翻 CD 都系咁啦。够转之后，海马系加翻觉醒有浮游啦，37C 浮游 L 字，但系三围加翻10000多攻呢下唔错嘅，加翻3倍攻近乎12000攻啊，近乎啊。技能12 CD 技半减兼3回合威吓。目前嚟讲都唔算功能性好高嘅技能啦。队长技轻减兼全水属3倍嘅轻减20%，600000追嚟讲都系几易用啦，可以话系。你够进之后，青眼白龙系哇多翻粒加血强化，呢下唔错喎吓。12 CD 技有半减兼威吓技3回合，咁反而武装二呢把系靓翻唔少啊，强化幅度系有嘅。再嚟青眼白龙系觉醒加翻浮游，咁三围加翻啲技能由6 CD 嘅9 CD 变6 CD 啊，咁其他冇变到。队长嘅加翻大版面76版面 ，OK。然后武装方面多翻个贯通无效嘅。好，再下面木属性方面，木属性啱啱讲到嘅孔武孔雀武咧。首先觉醒是减翻个体力 Q 喇，加翻个 SB 技能，唔系三维会唔会太癫啊？10000攻吓，黐线！啲三维咁上去嘅话，即系就嚟90000攻噶咯。觉醒加翻浮游啦，9 CD 技唔得翻任何嘢，队长技加翻大版面都系咁啦。武装方面加翻7 C 嘅 ，OK， 加翻7 C 啊。再嚟女王方面系加翻7 C 变10 C， 然后系技能有4 C 啲技冇变到，但变翻4回合5回合之间咧，系毒耐性而加攻啊，咁实用性唔高嘅。队长技轻减3倍攻，拜拜。武装方面毒耐性大嘅一粒，拜拜。五星宠暗黑骑士方面加翻个。SB 大啦，3个贯通，4个贯通啊，兼4个嘅恶魔 Q 啦，唔错嘅。7 CD 嘅生成用嘅，变相都系周回用啦，都将剑唔使望噶啦。下面武装方面就系加翻个恶魔 Q 啦嘅。下面 Kulibo 系加翻啲咩咧？首先耐性有10%耐性啦，然后系4粒加血嘅，8 CD 嘅轻减5回合。兼4 C 加血5回合，队长技都系大版面，呢一只都唔错啊。毕竟武装方面咧系有个人认为5弯嘅加算兼轻减系易用啲啦。武装方面好，木属性都到呢一度先，再嚟系光属性嘅光属。首先有杏子啊，真奇杏子，觉醒冇 buff 到，技能零 buff， 3围加翻啲321。队长技就唔使望啦，诚意欠佳。下一位武装方面加翻个心强化兼加自动回复嘅 pass。下一位够进之后系点呢？魔法少女啊，这个 magic girl 有个双狗饼嘅，嗱呢下唔错啊，双狗饼有7 C 技能方面3 CD 技5粒光暗生成，再嚟加工3倍，加工3倍呢下唔错噶。变上3只开 loop 噶吓，咁然后下面武装方面咧，加翻个血强化咁啦。再嚟系召唤神嚟啦 ，OK， 召唤神嘅卡，首先变身前咧，应该系够进前咧系张卡嚟嘅。咁呢张卡系有个暗耐性嘅 buff 啦，兼2粒嘅血强化。
八 CD 嘅由十四变八 CD 嘅，所以九进之后咧，期待一下啦。九进之后，哇，十 C 兼且系五粒十字嘅，虽然冇浮又带十 C 都唔错啦。三维加翻 D 四千几公，但啱上面系万五公，呢、这个四千公咧，个人认为就唔太 balance 啦。最嚟技能有十四变八，八 CD 破双级，破三级啊，破贯通，并且破双级，再嚟十倍攻嘅。咁八 CD 嘅话，个人认为都系几劲嘅爆发技啊！队长技就唔使望啦，毕竟暂时都唔算易用啦。下面武装方面系 SB 兼且系加翻个十字嘅。OK， 再嚟呢个 Holly 咧 ，Holly 系加翻个 L 字房，唔系啊，系加翻个乜鬼啊？哦，两 SB 顶多三 SB plus。7CD 技是全解技嚟嘅，不翻唔少啦，队长技唔使望噶啦。武装方面加翻个邪魔耐性大嘅，再嚟下面光之护风剑啊，呢、这个系无火金角色嚟嘅，冇记错换翻嚟啦，咁系加翻个四粒智慧，四粒光之强化。好，下面嚟啦，临尾嘅暗属性方面，咁游戏王咧暗属性系最期待啊。首先暗游戏。变身呢个版本咧，系哇觉醒变翻做全部贯通啊，六粒贯通嘅，变相都系贯通火力，并且留意翻啦，系三属性嘅，三属性暗暗光属啊，呢一下都系火力高翻唔少啦。咦咁讲法嘅话，三属性有冇啲 buff 啊？睇翻先，我今日 miss 咗边啲三属啊 ？OK， 咁 fetch 完之后咧，发现系冇漏到嘅。这个应该是第一只三属性加翻的重啊，暗游戏变身之后暗暗光三属三 CD 技，有火水毒爆弹这些变回暗珠啦，暗珠放题，并且两弯加旋兼破吸收的。OK， 这一招是非常之靓的技啊，毕竟六 CD 变三 CD 是非常之短的。队长技是暗属性全三为 4.2 倍毒无效化，再来是六百万的追打，咁呢度见到通胀系几快嘅，上年系仲系三倍攻，今年竟然系 4.2 倍全三围噶啦，通胀超快啊！再嚟天空龙嘅暗游戏救进版本咧，觉醒变翻做双十 C 兼浮游，呢下靓啊！技能系由翻十变翻九 CD 技，但系其他冇变到啦。假如多翻个全解，个人认为靓少少啦。队长记得全三为四倍暗属性嘅，但系唔易用啦。拜拜。武装方面系横排五飞，咁就冇啦。拜拜。再嚟翼龙神咧，翼神龙就系觉醒诶三七 C 双腰字 plus 兼浮游嘅四 CD 技系六变四，有加攻加回兼且系双色转换嘅。OK， 个人认为还好啦。其实再嚟救进版嘅不死鸟版本咧，觉醒系加翻啲乜鬼呢？加翻十 C， 不翻啲攻，加翻十 C 浮游嘅双十 C 浮游啊。六 CD 技系全解技兼且破贯通技，咁呢一招技咧，个人认为系靓技嚟噶啦。队长技就唔使望啦，多色向嘅唔太易用啊。最下面救进版是有个7C 加翻嘅，呢下都唔错啦。7C 兼云耐性，然后贝卡斯尼啦，上年嘅一个大奖之一。今次变身之后不翻做30C 啊，30C 三维高翻啲，冇三属性，两 CD 技系九粒暗生成啊，九粒暗生成，个人认为非常之劲嘅。解落兼九粒暗生成啊，呢一个个人都惊喜嘅，呢、这个唔错啊。队长技系可以唔使望啦，唔算易用嘅四 C 加算。再嚟下面贝卡斯武装方面咧，加翻 SB 兼暗耐性嘅全大耐性，都系唔错啦。但系个人认为变身版系再劲啲。再嚟下面嘅呢一位啊，玩毒嘅 Bakula。觉醒是不翻啲咩咧？减翻个毒，不翻三围八千几攻，四 CD 技系解 lock 嘅，解 lock 三色阵变上去 loop 啦。但系个人认为都唔算特别易用啊。队长嘅毒先无效啦，同埋系
冇加蒜冇追打都唔使望啦，拜拜。虽然坦度系够高嘅，武装方面加翻啲啊邪魔耐性咁啦，拜拜。再嚟呢、這个黑魔道士咧，觉醒冇变到，三围冇变到，十二 CD 嘅由十二变翻十二冇变到啦，加翻个解洛同埋七 C 加蒜而已。个人认为就不唔大噶啦，加翻十 C 同埋队长技都差唔多，拜拜。武装方面多翻 L 字，拜拜。再嚟恶魔召唤方面咧，加翻个系别啊，睇嚟系嘅。觉醒系加翻个浮游，五 CD 技变三 CD 技，加攻加回兼且系转换技，目前都唔错啦。六秒固定，激减盾击五 C 加算，但六秒固定系自然易玩啦。再嚟下面武装方面加翻个七 C 强化，拜拜。而下面呢位破坏龙咧，呢一隻个人冇记错系 O K 五星重灵嘅，加翻浮游八 C D 技有贯通两回合就咁啦。武装方面加翻个五十下强化都系咁啦。喺两粒胶血之下都系唔错嘅武装嚟嘅。O K 咁角色啊全部讲晒啦。个人认为啊，暂时望落去咧，变身游戏喺三代圣之下依然都系今次一个唔错嘅角色嚟嘅。今日变身之后 4.2 倍三围都 not bad， 600万追都 not bad。靓咗技能系减翻个双倍 CD 啦，六变三，然后都唔错嘅不死鸟啦，救尽之后全解技兼且系贯通技，入翻多色都唔错嘅。而贝卡斯都靓啦，解落兼九粒暗生成啊。入翻目前嘅玲珑新春玲珑契师队，玩翻贯通队系唔错嘅。暗嚟讲下呢三位啦，光嚟讲就暂时望落去咧，就令我感动嘅 buff 系唔大嘅。虽然召唤神系有 buff 啊，但系唔系好感动啦，所以就 pass 啦。除非之后光暗十字队可以发围一下啦。木方面都系还好啦，暂时望落就唔多新鲜感嘅。水方面，海马嘅武装二个人认为唔错啊，新武装二唔系旧武装二啊，不翻三个强化，有威吓技兼且半减技，攻略性系几高下嘅。再嚟火方面，个人认为城之内系唔错啦，新旧尽靓，咁旧强化都 OK， 其他就还好噶啦。好，咁角色方面就讲晒啦，呢一部机下星期开抽啦。咁十四机抽唔抽好呢？个人希望喺呢两日都会讲一讲嘅，希望有时间啦。但系暂时睇落抽嘅必要性就未到好大啊，讲明先。所以各位上 all in 前都要谂一谂先啊。好，咁今次甜片就到呢一度先，最甜片嘅希望俾 like 同订阅我啦。我哋下甜片再见，拜拜。